电视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大家阿弥陀佛，然后他们外面陆续在点灯，我们再一次观想，来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此智慧光照破众无明。唵班扎阿勒给阿哄，唵班扎阿勒给阿哄，唵班扎阿勒给阿哄。菩提心灯，大慈悲为由，大信愿为座，大智慧为光，愿成佛道，普度众生。Deya Ta Panjanjaya Awa Bodha Na Ye Soha 点灯功德，我们这两年点了2400多万的灯，包括今天的10000盏灯。然后呢，在佛教里面，众生叫无明，佛已经消除无明，得到觉悟。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像灯一样的保持菩提心，大慈悲为由，大信愿为助，而产生大智慧光明，来消除众生的无明。所以只要是六道轮回有情，都在无明的状态，那只要在无明的状态，那就永远在痛苦轮回。所以我们也祈愿自己能够消除无明，那当然你就要保持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要养成习惯啊，因为这个世间变化无常，如果你不注意呢，那你就会被这个变化所伤害，你会觉得很痛苦啊，所以要一直注意自己啊。
所以佛教我们保持觉性，你才能够不执着，不然呢，顺境执着也是痛苦，逆境排斥嗔恨更是痛苦，然后不了解真相，那愚痴邪见那更是痛苦，自以为是骄傲也是痛苦，所以不相信别人嫉妒更是痛苦，所以当然我们世间人看到别人伤害你骂你你会生气，事实上对方是在无明的状态啊，所以站在佛法也不需要去生气，那不需要修忍辱，反而更同情对方啊，那就是佛教的修行方法，不然你会觉得不公平啊，这个世间有很多的无奈，有些人努力工作却被开除啊，有些人努力读书却考不上，有些人努力对别人好却被抛弃啊，有些人努力睡觉吃饭却还会生病啊，所以这个世间本来是如此，但是如果你了解了，本来就是生命无常，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有它的业报，所以今天你所得到好的是自己造来的，今天得到痛苦也是过去造业而来的，但是只要存在执着本身就是个痛苦，所以这个生命是每一秒都在死亡的，所有法都是如此，那你要很清楚的去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各位除了会背心经，要把心经用到一切法啊，这一切法包括存在的一切都是一切法，叫有为法，所以念一下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所以你眼睛看得到了，想得到了，碰得到了，包括你这个身体今天的法会，那这都是有为法，那凡是有为法，那它都是虚幻的，幻化而存在的，所以凡是如此的，那都是变化无常、无自性空的，那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提醒啊，今天如果把你丢到地狱你才不要去，今天把你丢到监狱你赶快跑出来，那意思是说这个世间本来就像一个监狱，一个地狱，一个苦的地方，所以但是我们凡夫不了解，我要在这个世间结婚哦，我要买房子哦，我要把家庭好好弄好，幸福快乐，我要做事业读书成功啊，就是就算我们出家人修行人如果没有空性，我要把道场办好哦，这样代表一种成功啊，然后如何如何，那这个都会造成痛苦的，所以因为你要了解这个是世间如幻如化的，那我们只能说这个世间是我们唯一慈悲的地方，这个世间没有一点快乐可以安定的地方啊，就像我们是一个救火队的人跳到火灾现场，只有一个目的救人啊，所以自己也要保护好自己，哪有人要住在火灾现场里面，所以所谓火灾就是燃烧，所以我们的六根一直对着外面的境界被它燃烧了，喜欢看喜欢听，那各位一定要不断的去思维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现在听格西他们很专心发菩提心的，身体像本尊，嘴巴念诵寄语咒语，心里一心一意要超度这些轮回痛苦众生，这是他们唯一生命状态最安定的时候了啊，那一停下来那就是痛苦啊，就离开正念，所以就像我们呼吸一样，你不呼吸就会死亡，所以你如果离开空性，如果你离开慈悲，那你生命马上就会痛苦，要不断不断这样去思维，因为明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感恩纪念观世音菩萨，但是最大的感恩
所以功课对象观世音菩萨，那就是我们要学观音菩萨保持在这种观自在观世音这种智慧慈悲的状态，因为观世音菩萨唯一的生命的意义也救苦救难啊，观世音菩萨不会把罗东依然当作快乐，没有的啊。所以各位今天你来宜兰罗东也不是来找快乐的，看看中午便当好不好吃啊，今天师父有没有讲笑话啊，那你就太痛苦了啊，因为你不了解修行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修行来说包括在戒，就是了解世间苦啊啊，我们没有办法业报投在这个世间呢、啊、就像很多人跑来，师父我好羡慕出家，我说你也可以出家，现在没办法啦，对呀、啊，啊，外面有贷款啦、啊、小孩子生了，如何如何，啊，当然世间本来如此，但是如何超越呢？那并不是你真的外表出家，真的外表出家也还在痛苦的大有人在，重点是他的心态有没有了解这个变化无常空性。不然的话，我今天用尽心机把这个道场搞下来，然后呢，如何如何如何，然后哪一天发生事情了，或是被骗了，或是政府下令你把它关掉啊，那你就会很痛苦。所以真正的道场在你心里面啊，所以外面的变化能够用多久就用多久，这个道场能够用一个月 OK 尽量用，不要浪费，能够用两个月 OK。就像你的身体，所以我昨天去一个居士家里跟他加持、啊、他请我们去、啊、我也跟他说你要吃素啊，他现在没办法，我要七日七夜啊，如何如何，结果今天早上他就发生车祸了啊，所以他就撞了六个警察啊，两个也很严重。当然他会讲说，为什么我昨天我们供养师父这么虔诚啊，那我倒想说算你有福报，你撞人家不是人家撞你啊，但是我就劝他要加财加财，因为他开饭店开那么大啊，他叫我去餐厅给他加持，我一进去我就受不了啊，因为那种动物的味道，各位动物死掉了它味道都还在啊，那种痛苦的味道，就像屠宰场一样，所以我当然我会劝他，你要吃素啊，啊，所以赚钱，一个饭店、两个饭店、三个饭店，今天早上开车还要去搞另外一个地方，啊，差一点把命都没有了，啊，因为他也是个佛教徒，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修行时间到了，啊，因为。这个无止境的，无止境的，你想要一直一直往外，然后呢，那现在可能要赔很多钱了啊！好在自己，但是一定会有受伤的，所以这个就是无常。昨天有一位法师法会办完，心肌梗塞走了啊，比我还年轻，所以呢，法会功德会向中普法师消除业障。啊，放下执着，永离三途，得生净土。嗡阿弥陀佛，啊，法师也是人，也有个性啊，啊，所以这个心肌梗塞，那就是因为脾气的问题啊，急嘛，急嘛，啊，所以虽然我们懂佛法的道理啊，但是有时候个性啊，然后。想法业障来了，就算我们出家人，你能不能接受你现在死掉了，我才完成一半呢啊，所以我想各位啊，念一下，临舍生命永不离极境处啊，这一点永远要记住啊，所以内心保持在无所求的平静的，所以空性的状态，这才是我们的戒律。如果你把你的心定在外在的得失啊，世间所谓八法快乐幸福这些，那你会很痛苦的。所以刚刚所提的事情，你要想是你，各位等一下下课了，好危险啊，搞不好哪一个又要车祸啊，
要这样想。所以我好像我想一想，我过去世大概是出家人，所以我从小只要出门，那我妈妈带我过路或是同学要过路，我就想哇要撞死了，我永远都这样想。我那时候觉得我有一点悲观啊，自己也好别人也好随时都在死亡的阶段，所以我对后面的事情我都想好了，也因为这样所以好像就没什么很强烈的企图心啊，甚至有一点消极。所以就像我跟我最好的同学，他十岁就自杀了啊，十几岁就自杀了，所以我就经常坐在他自杀的河边坐了半年，我都没有去上课，家里都不知道啊，我只是在想怎么会这样，然后他去哪里。所以会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什么啊，并不是说因为他死我特别伤心呢，因为只是觉得怎么会这样，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们佛法，如果有我看我一定早就出家了啊，但是至少还了解生命的意义。不然我那段时间虽然好像忧郁症将近，小时候就变成这样，后来长大了慢慢又被社会污染了，又去唱歌跳舞去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又忘了痛苦。所以各位一定要一直时时记着自己啊，然后这些车祸死亡意外被骗啊，这种变化无常，这个是永恒的真理。所以念一下，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于即灭为乐。那我这样念，各位你一定要把法用在佛法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本来就是诸行无常啊。你今天你衣服穿好了准备上车了，突然打了电话说不用去了， OK 这样就好了啊，多了这两个钟头看看佛经点灯做烟供可以啊。所以万法因为无常，所以才会显现它的光明，就像点灯一样，如果这个灯是固定不动的，那就不可能变成灯嘛。所以点一个灯需要有很多的氧气，这些油灯芯外在的因缘的火，所以它是在这种变化无常状态死亡的过程。所以在变化无常里面它显现一个光明，来供养诸佛，来照处山有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众生，让他们能够得见佛光而往生净土。那我想灯就是我们的法，我们就要跟灯一样，花也一样，花是无常无我的，但是花能够庄严三宝，花能够慈悲众生，跟那些食物一样，这些食物供养掉烟供掉吃掉，它就是因为变化无常，这个水也一样。所以花就是希望它的生灭让我们看到它最好的那一面，所以任何东西的存在都是为了生灭。你水不喝做水干嘛，你饼干不吃掉不把它烟供掉不吃掉饼干干嘛，那些牧草生下来不能养牛养羊，那牧草生了要干嘛啊？所以万法都在告诉我们，就你要各位你要开始去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钱放在银行太浪费了，把这个钱去帮助贫穷人，造佛像点灯，今天我们放生有没有看到母牛啊？所以我们现在救了救那个刚生完小牛的啊，不要让它拆开，跟卖牛的说刚生的就是母牛小牛，所以今天救那只母牛小牛旁边它就会很安定，它就会很快乐，因为它一般没有机会这么做啊。然后送到我们护生园，哎呀它就过得幸福快乐的日子，准备往生净土啊，因为我们至少减低他的痛苦，给他暂时的快乐，为他念佛。那这些各位一定要不断不断不断去思维这种世间的真相，变化无常产生的就是慈悲啊！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知道啊，他们两个这么努力在赚钱好可怜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昨天见那个老板一间饭店两间饭店三间饭店，
我都以为他得癌症，他那么瘦，我说你那么瘦是不是得癌症？他说没有了，胃肠不好。啊，为什么胃肠不好？因为努力赚钱，啊，压力很大，所以那要怎么办呢？啊，整个土地都变你的，整个房子都变你的房子，所有钱都变你的，又能怎么样？但是他们这种烦恼习气已经变成一直一直一直。当然很喜欢佛法，我们这一次去，所有出家人都免费。我想哇，免费啊！你们住几天都免费，因为他是三宝弟子。虽然他对佛教很虔诚，但是呢，他又有他的这种世间福报的想法，这个叫人天福报啊。是人天福报不就近，突然今天一个车祸哇！但是听说呢，两位警察很严重。一个可能是下半身瘫痪了，撞到脊椎骨，那一个是胰脏切掉了啊，另外现在还在交互病房。来，法会功德回向林文龙，所有受伤的警察、医院的病苦者，找得离苦得乐，体悟佛法，解脱生死，发菩提心。追求成佛啊，所以我想我们生命是要努力的，要努力去成等正觉，而不是努力去忙世间的事情啊。所以每次各位都要背啊，学佛有三个要点，念一下：增上身、去我执、成正觉。各位，你佛经就算你没有读很多，你要抓重点啊。增上身就是深信因果，常常讲的，我要明天比今天好，来世比现世好，那你就要持戒布施啊。但是持戒布施有福报，常常说的还是究竟还在轮回，所以修行的基本目的解脱生死。那生死来自于我执，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到底你还执着这个我，有这个我执就有法执啊。所以我喜欢，就像女孩子说，我喜欢穿这个颜色，我喜欢这种花啊，我即我所，我是女人，所以我要我老公对我好一点；我是男人，我希望我太太对我好一点，我儿女对我孝顺一点。所以不了解这个世间，我都是幻化的，何况外在的法。所以各位要去我执，不然你有这个我，你就会起心动念、贪嗔痴，就会造业，就会不断轮回。所以最第三个才是究竟的，来。成正觉，所以各位一定要追求菩提，一定要速成佛道。这个你要每天告诉自己，如果你不告诉自己，你活得又横生枝节啊，就像一块木头从上游流下来又搁浅了啊。所以一教经说，我们就像那块木头，你只要不要搁浅，就会流到大海，自由自在。那这一点一定要提醒自己啊。我发觉修行不分在家出家，就是你的念头要调在什么地方啊，所以不抗拒啊，也不执着，反正随顺因缘。这个世间就是如梦如幻，就像做梦一样啊。各位早上睡醒了做了一场梦，有时候你会记得，有时候你就马上就忘掉，不，那不过是一场梦。那各位现在是不是一场梦啊？也是一场梦，但是有意义就好啊。所以既然来了，投胎做人会生老病死，那不要浪费这个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感受到苦，那是因为像木头它没有感受到苦，木头也会被烧掉，这些饼干会被烧掉，这个花会生灭掉。难道我们点灯点说我好苦吗？你赶快修，没有，因为灯它没有我执啊，它没有我执，所以它不叫有情，所以它很自在。但是我们有我执啊，我的外辛苦、外感情、外属性啊，所以你会执着谁欺负你，那这是因为你自己痛苦的。所以我想，吗啡本身不是坏东西，是因为坏人利用吗啡，吗啡本来就止痛剂最大好的啊，所以钱也是好东西，但是。坏人会拿钱去造恶业，也因为钱而造恶，所以是因为我们有个分别意识。
所以存在并不是一种罪恶。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空性，有这个贪嗔痴我执，那存在是变成一种罪恶。因为人类的自我自私就造成竞争啊，斗争啊，国家与国家，政治与政治，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乃至变成有分别。念一下：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你有这些分别，甚至希望自己永远都活的，如何如何，事情可以长久一点，快乐可以延续久一点，那这些都是从基本而来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并不是说我们手包括在家每天要上这么多课啊，但是我很希望各位啊，一定要静静的经常去思维这个道理。所以我很喜欢走来走去，那我就在思维山河大地的一切都是佛法，都是空性，那如何应用它，应用这个空气，利用这个花草树木，利用这个土地，利用这个东西，如何让它对众生有帮助，包括这个人这个肉体如何让它变对众生有帮助，而不要去装饰它。胖可以做弥勒菩萨，瘦可以做文殊菩萨啊，你矮也好，你黑呢，那你做大黑天好了啊，反正什么都可以用，乞丐可以利益众生，有钱也可以利益众生，就是运用它，而不要去被它卡住。哎呀，我漂亮，我丑。所以如果你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觉得我漂亮，我丑，我好，我不好，我现在，哎呦，60多岁好老，我20多岁多棒啊，那这个就是一种执着。你被这些东西卡住了，我是男人，我是女人，爸爸对我好，老公对我不好，那这些很痛苦。所以我这样讲就是，各位，如果你升起这个分别心，你马上要有惭愧心，惭愧心啊，能观心者就近解脱，你要马上回光返照，我不能有这个心态，我应该想的是慈悲幻化的，那你要提醒你自己。所以我希望各位要佛陀制定六斋日也好，十斋日，他叫我们保持在这种看清楚真相，这个叫实相，真实的永恒普遍不变本来如此的道理，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的。你要看清楚这个，你才不会被卡到。用真相空，那你就空中无眼耳鼻舌身意，也不会执着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见乃至无意识见，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如果你有空性，哪有生老病死呢？啊，就没有痛苦，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德。那所以这一点你要抓。既然各位会念心经，会背心经，那你要把这个养成习惯。啊，今天你毁容了，毁容。没关系啊，还有个嘴巴毁容啊，一个眼睛不见了，还一个，两个眼睛没有了，有心比较重要。所以各位要养成习惯，你在家里拜尊佛等于拜所有佛，你在家里读一部经等于读所有的经啊。我们随喜赞叹所有出家人啊，然后呢我们都跟每个出家人都结缘，所以希望这个世间三宝兴盛。那三宝兴盛为了什么？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希望更多无名的众生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所以出家人念佛诵经持咒啊，按照佛法来实践，他的解脱的心也好，他的菩提心也好，那就像灯点燃了，放光了啊。那不分在家出家，当我们看到三宝在放光，那我们自信里面具足三宝啊，自归佛安住在觉性，自归法安住在慈悲啊，自归身我们去实践这种慈悲智慧。就像各位早上我们在放生，是不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安住在三宝啊？那个时候念佛念法念身，各位在点灯就是念佛念法念身啊，就安住在三宝的教戒啊。所以不管你在做什么，那这个世间最有意义的啊，就是从一开始的皈依三宝到最后成佛的圆满三宝成佛，都不离开三宝，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意义。念佛念法念身，花开花谢，所有声音都在告诉我们真理，无根无力啊，所有的视线都在教我们如何不退菩提心，
所以在极乐世界不起贪嗔痴，追求空性，供养诸佛，大悲不退转。那各位，你守八关斋戒，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然后这个习惯融入在你的生活，融入在你的癌症，融入在你暴力的先生身上，他打你的时候，啪，消业障。啊，他骂你的时候，消口业。啊，断除我执。他对你好的时候，哎呀，他供养诸佛，你要会转呢。啊，这个世间本来都是假的，借假修真。所以下雪也好，出太阳也好，白天也好，晚上也好，它不过是一种幻化的。但是借由这个幻化来转为佛法，就像我们今天有带了几只要送给几位菩萨，要干嘛？这个是一个漂亮的东西，但是里面有八尊佛，有八个咒语，哇！去扫墓的时候放在这边转，那功德无量。这个还比你还伟大了，你穿怎么漂亮都没有它漂亮，你也不会放光，也不会超度，看到人还起烦恼啊！那你还不如让我变成一个咒语，让我变成一个经幡，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你拎到哪有钱，小花钱嘛，我要紧，提一百块，一百块来做一做五级者，咱干个人，安尼我一百块就有用了啊！所以你有几万块，我几万块，我来供水，我来造佛像，我来供出家人，那你一万块有用啊？不然你的一万块干嘛啊？放在银行，你还不如放在三宝银行，放在慈济功德会还有一点用啊，拿去放生还有一点用。所以那天有个小女生，他们结婚了，师父，那我们结婚以后到现在没怀孕，我说你们到我们这边地下室来随便认一个，我们这边一千多个，带一个回家，你要集一二三四五随便你认啊。他如果没超度，爸爸妈妈爱你，他马上跟着你啊。那你要好好把他养大，养干嘛？养去极乐世界，不要让他痛苦。啊，你个生一来都要玩给玩过，肚子大大，搞不好还剖腹。所以你了解了真相，你干嘛去怀孕呢？啊，你干嘛去生小孩呢？所以，那各位你要保持这种觉性的状态，才没有浪费各位点了一万盏灯，我立了点华裔耶，啊，点一万盏灯要开一万次的智慧和点灯，点点个蓝光红红的，点点个点什么意思？点块黑小柱，啊，所以我也认识这样，曾经他们修行人，哦，晚上去点灯，点一点以后去搞男女关系，哇，火灾！我都说你点灯一定有问题，完了乱搞男女关系，佛像都给你烧掉，你看，啊。你执着点灯，然后呢，找到外遇去点灯，点一点两个去开房间，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执着这个有功德，但是我还是要做坏事，啊，那是毫无意义可言。所以各位，如果今天晚上回去感觉很痛苦，明天生病，因为你明天早上又吃肉了，我给你夹菜，你给我夹吧，啊，所以你马上就会马上出问题。啊，如果各位今天晚上回去还要求你先生对你好一点，那你现在讲在落，你先生对你不好，你刚好守八关斋戒，笨，最好出家，啊，所以因为你还是你不能把佛教当作一种交换，我来修行就希望我老公好一点，我太太对我好一点，我发财多一点，啊，那你就颠倒梦想，啊。所以我想，我像我们出家人都喜欢投身在父母跟我们不亲的。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投身在他妈妈七天就要死？这样他长大出家了，他妈妈才不会哭死啊！这个要发愿的啊！像我这辈子才发这个愿，我前世都没发这个愿，所以我眼睛经常流眼泪，我经常流眼泪。为什么啊？我们老和尚就说：“你每一次出家，你妈都哭了瞎掉。”对啊。啊，所以你爱你的人就哭了，不知道怎么办，到现在还有人在哭，啊，所以说我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生在懂得感恩却没有缘的父母啊，因为一执着那你就没办法修行啊，所以要生在，甚至有些法师的生在的爸爸妈妈都往生了，这样啊，家里贫穷什么都没有好出家，
因为这个末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你生在佛教国家，哇，你生下来有钱家还出家，人家赞叹你，现在你要出家，人家还很骂你，讨个派体，对不对？不孝父母，什么话都骂出来了，不忠不孝不义文，那时候被骂得好惨啊，好像我就什么都不对，这样啊。所以，但只是我们的想法，既然自己比别人优秀，好像有点脑筋，还会做事，那拿来奉献佛教才有意义。你赚那么多钱干嘛？啊，所以有钱人我们认识很多，家族也很多人很有钱，但是有钱又怎么样？但是他认为有钱读书那才是生命的价值意义，这个就是一种无明颠倒妄想。所以各位我讲这些你得真的去思维啊，佛教我们六斋日能够放下世间的一些，好好思维，然后你要冲，要去冲那个对生命对众生有意义的事情去冲，可以啊，去老人院去孤儿院啊，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帮阿波，非常好。那有时候看我们法师我都很赞叹，每次我们法会完了我实在是有一点累，我这么老啊，他们师父晚上我们要出去你要不要去，哦 no 你们去吧，我帮你们回下啊，哇，我说我现在啊，那但是冲啊冲啊，他们这样生命有意义啊。事实上我也没休息啊，他们出去我那一直做一天工作到快天亮了 啊，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夹饼干，一直夹，我不想要让它灭掉，让它灭掉好像我生命快灭掉一样。因为你做烟供啊或是点灯，众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很远很远都没有吃到。所以缅甸老法师常跟我说，你现在招请有些明天那个时间至少超过24个钟头他才来得到呢啊。所以每次大法会为什么前一天晚上就要先招请，因为很多很远的众生他来不了了，啊，所以那你要一直等他们来，然后来了以后会老越来越多啊，因为众生无量无边了。所以我都很喜欢永远都点着，不停不停的点着，虽然细水长流啊，但是不停止的慈悲，但是也不停止的燃烧，燃烧就是空性的意思。就像火就是智慧，这个火不把这个饼干这个香这个油烧掉，那就不能产生意义啊啊！所以这些饼干都会烧掉了，这是它的本体无自性的，产生那个烟它叫慈悲，烟也是幻化的，但是借由这个烟的善巧方便可以接引众生，那我们趁着它在吸食这个味道的时候烟的时候，赶快给它念佛念法念身给它超度吧啊！所以本来都是虚幻的，所以本来我们的生命也是无自性空的，只是因为执着而造成一个有的轮回，所以我们只是让它恢复原点这样而已。所以南传佛教叫我们打坐放下放下放下啊，全然的放下。所以各位还是要练习打坐，打坐的时候观呼吸，呼吸生命只有呼吸，因为啊，移开你对你的外表家庭的，这生命就是呼吸，呼吸呼吸，从一数到十，数到不用数，就是呼吸呼吸啊。那你要叫定了，定了以后好好去分析，这个叫慧。分析以后，这身体哪里是我的，家庭哪里是我的啊，这个还是解脱道的分析。然后分析到我已经了解这个定万法都空啊，我的生命像呼吸一样，但是众生都不知道，哎，所以我怎么去帮助众生？要进一步变成慈悲观，怎么样去想？所以各位，那个时候你可以走来走去，我怎么样去让所有宜兰人都学佛，所有被杀的牛都得到超度啊？我要创造什么善巧方便，所以才有生命电视台啊，护生协会，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更多的众生？那再来，就算你佛法那么好你都知道，但是别人跟你没缘没有用啊。所以各位要一定要结善缘，结善缘啊，不认识人你都要跟他回向，我们坐火车跟他回向，我在路边我也要一直回向路边的人，路边的花草树木跟他结缘，不然我懂佛法要干嘛啊？就像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对他最大的感恩除了世间的福报，就是要让他得到佛法，而且他可以解脱或发起无上菩提心。但是你爸爸妈妈不听你讲，哎，
对不对？因为你没有跟他结到法缘。所以各位，如果你爸爸不学佛，你要用他的名字去印经典送给人家啊，你点灯让他将来有机会听闻佛法，不然他就白生白死，白生白死给干苦啊的啊。所以很多人老人说啊，叔我爱做人，做人真干苦，做人真干苦，你搁下执着，可能钱唔提得出来。因为他们给我讲说，就赶快讲话，你钱提提出来，你给我唱下这几秒钟啊！你赶快去布施，那等下地震了，你又后悔。啊，他只是说苦的时候，他会说啊，人生苦，但是他要的东西还要抓紧紧的。就像有些女孩子说，师父感情很苦，太好了，出家哦，我不要。啊，哭护法就安排一个小三把他带走，你还棒抛啊呢，你还苦。但是他们，我知道佛法好，世间苦，但是我就抓着不放，那就是笨猴子，了解吗？抓猴子怎么抓？各位知道吗？太容易了，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洞，他手去抓，然后你跑出来，他永远不会放的，他手永远不放的，然后就把猴子抓走了，对吧？啊，就这个意思啊。就像一个女人要嫁出去了，跟她老爸一直哭哭哭，然后拉着爱人的手跑掉了，那你干嘛哭假的？你还哭什么哭啊？爸爸叫你留下来，你还跟他跑干嘛啊？然后被打了再回来哭哭这样。所以因为人有人的这种执着，你要真孝顺你就不想嫁人，对不对？爸爸妈妈都老了你还嫁人干嘛？照顾他就好了啊！照顾爸爸妈妈比照顾你自己的儿子更有功德。现在最悲剧是什么？对不对？离开爸爸妈妈，先生也离婚，第二个疼疼还话老爸老母过啊，可怜的阿公阿妈啊！所以年轻人生一生不照顾阿公阿妈，隔代教养，然后就造成。所以各位，你要去思维，这个世间就不断的在造恶业，不断的在这样痛苦，每天都在演这种戏，痛苦的戏。我们能够对他做什么？你不能说与我无关。所以各位要有善巧方便智啊。或者叫普贤方便智，不但有这个智慧，你还要广大的愿力，别人都要跟每一个众生共啊，那你要有善巧方便，所以有印经协会啊，各种各种的组织啊，各种各种的啊法会，还是各种各种的方法目的，那就要接引各种不一样的所有的生命。那各位要花思想在上面，所以你要去接触，如果你不去接触，那你不会进步的啊。就像各位来生命电视台，你想说以后这个生命电视台让我做总经理，我可以做得更好，那你现在没有，那没有我提供意见让它更好啊，出钱出力啊，我如何让它更好，因为目的让它发挥这种利益众生的价值，而不是说我喜欢生命电视台，我喜欢海道法师，我就给他供养，我不喜欢，因为这个还是依人不依法不行的啊，我们只要依法，这个道场只要是正法，这个只要在弘扬佛法，什么都是对的。因为这个世间唯有佛法啊，可以破无明，可以普度众生。那我们要去护持正法啊，但是你要去护持正法，话要讲完，你先要护持自己啊，你自己身口意不要离开佛法。所以各位最好每天像今天一样，天天八关斋戒。天天保持在这种解脱的心态，天天保持在这种以解脱心态不离因果的去发菩提心，保持在这个状态啊，就像我们希望那个灯永远亮的，烟供永远点的，金幡永远在转，生命电视台永远在转，所以各位要大转法轮，这个意思啦。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马中插中地，哎呀，真是咱上的事儿可以了，对我说的，酒吧，上说这层叫马中插中地，拉中院里的咱那个，家把这个开了，看我的去啥去，啥什么钱挣那么多的，这马中插中当中。是那天我也说，那个这里我说就不要去参加，干地的这里，中国就把他们接到了院子，到我这儿干地，这里班子这里，那时候马上就讨论干地，讨论到了这里还好了，俺都啥都还叫干起不来说，上到手干地呢，这里了，俺的娘的这里啥家也要的，啥家这个这里。六马一孙子，六个三家的别搞得了了，三家喜欢的呢，喇叭的了，怎么叫什么叫的？什么叫的？搞一个大的呢？那个绿的了，南山的了，你们哪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呢？家伙人啊，有的是，是绿的呢，就往哪有的是？这上中村的人了。大人民的勇敢的就是我的，到了绿的，人家也用不上去的的有的是，人家也不就上去那些，虽然中央安排完了，这里这里，因为这些拿上民众这边，他这里这里拿上去的话，中央安排完了这里，啥出没了，中央这里送给有的是，这农村的这里是绿的，啥地方就是个，你们家的民呢？这里一些干了劲儿，家伙人干了劲儿，或者什么嘛那什么这个，他们上街人家送是，那这绿的啊，人家也用个蓝皮，就是见过他们些，这不管用是的，这人家蓝皮用个蓝皮，这把刀插的要来送，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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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些，他们一人拿着把的，对毕竟这玩意儿重啊，毕竟这玩意儿我讲你的了，当地的基本靠我蓝皮个照片儿。那个就马到了，吹呢，吹龙到了这儿来去。上朝前了，这里大部分干活的人干，这他们让人出不来去。再到了这里，到马大伯他们就到大马大一生了。这是马大伯拿完的，穿上来去，一日打瓜的，这是呢。这是马大伯他们打瓜的，就是去，就是这个，就是用来让人去吧。这是这里啥家的，这里生不上朝前。六个沙家，哪个哪？对，沙几个家，对，沙子的给的，哪等人呢？对，另外也是这个这个，对，对了，到中国过来，对，那到中国过来是，到中国过来感染中国的，那个沙子到受到了沙虫传播过来是，对，你那里说过原来，在疫情不到的沙几他们这个哪个地方，他沙虫传播地方原来是。去年就到这里，一人马着吧，那他靠这个街头就落不了几码的了。定金就往中华去，定金就往他当地的地人夸张，一平到了他不上去，搞他去看不拉手吧。这块要的，这他这，出多少经济呢？上去各省的农村，上去三百多是，对，各省的农村六万人多的，这个是控制要的，大的嘛，咱就个娘子要的是。大到马达娘子有话的，这让个社会晓得理解了的嘞。马达话他话也不好听，就说嘞，这是了的嘞。他马话他这里在他们生意拉不起把的，这里让吃吧，老二个这里，咱们一定就多把的算成了。这里在他们让你们上马吃的嘞。马达话的老二个这把的，一日他话也没，变成行动了，谁吃的做把吃的，这把就是拿的啥吃着，别在他们。
马达本车上马上去的，你看着擦着手，等你提了头发这里，我们手把碗吃的，手把的嘛，手把碗吃的，很这是，一里就叫马着吃的嘛，都往里来吃。这马着了，打着到了马着了，同样都可以。我上级身体你同样的，你一样同样的，同样的可以，他第一进去玩多少去，耍出什么精力他不行干的。拿几年做二种，差的有的，你要萝卜就买一杯。打底了，看你马大吧，特别大吧，就是那么少啊，打他个都，哇，又不是我们看别的的，人家也用这把心的，人家也用这把的手的，那就他就直接那么的哩，除非再他们哪个看什么，哪个看下差不多的压起锅子，那么少啊，打他个。那马车哇，大山个都是俺要用这把劲的，这里，哇哟，比说我们看呗，啥哇，他看二个的啥怕的啦，一忙刚刚了看说话，怎么把这这，差点就不要的，怎么这手气，东莞人家，东莞人俺们这哪里的，干了东莞人了，这是这样的话，人我把这都给送过来，这是。这个要的他就哪怕看完哪怕啥就不能看完一里这得要的一里这这得不能当看人家送上一个要的变成吃饭了说让一个要不要的变成个说他那就是做那样铺当不的聚当不的不能看哪种要的这个时候你妈着我的他才能是杀老鼠鬼们聚当不的吃老鼠鬼的吃了没有鬼变了这倒是差的这哪个上去把哪个让你吃的有把这里万一把洗的这里的哪不杀他们就让你吃的有的马大不身体一定有把他们进来吃的有将哪到一个七八个他忙了这里啥出了没有哦没上说我就请了送可拉扛就呢哦他请了这啥阿的让你啥出了这些都你一定有没有这里可能你这里的大大金你大的银行这个的这这里的都涉及了这里没了马大伙儿都采集他这里的都摸了这里都过来了三级他这里让你也把这一把七八的给掐的要来的这一把要不说我们看别这种他这哪怕三级把他掐的要来的这里的了阿弥陀阿弥陀跟着你哈拉哈拉红配的了这里啥时候多你的空间要送的就罢了变成骨子上我也有问题，再扛一点了，事业也有点，那多年的兄弟兄弟就过来，第三来了进来，有的他们就少进来看了，这就叫出去玩去。阿弥陀，阿弥陀，公道嘞，哈那哈那红牌，少进来看了，匆匆的行不了嘞，变了，哦，少进来这就看了这行不了，这他们少进来也到了这里。马个那马个，我忘了就是吃的，要几趟的，那几家做吃不吃？对，这开始了嘞。马多不吃几趟面，牛毛对的，这东西这个要的是。牛毛把的别了个，上出是个当地的一批个老街的，牛毛把种的怕死，种个烂了就种了，你把吃出猪扒拉出啊，上把的你这个种种个要的，在那这里，在他这。马大伯他们就打过来的了，这里偷了过来，阿伯打过来的，哈那有的他们这就叫做奴子呢。这里他们有我们奴子了，那他们出版的多，这铜瓦的、日瓦的、鸟瓦的，这些可是有啥种成就的呢？啥种成就到哪里去打工用的？啥种成就的建用的？这个这就叫做什么钱？阿伯说啦。Om Beda Ameda Kudali Hana Hana Om Bei Yoji Tadji Diti Jyamto Chimbo Chet Tani Lama Sarva Tata Aikata Awa Lohi Kedi Omni Sambara Sambara Apo Jira Ta Daji Jidi Yopa Tabjira Tani Dung Toko Tsova Gungi Shibara Tani Tani Dung Nga Kai Go Kai Kasi Shishai Kasi Chakar Go Kasi Sipi Go Kedi你看几条就是过来，有几条就罗子就三把刀头把就是，刚刚过来的，哦，刚说罗子加上卡里过来，这东西就是我的，
带着就叫人用老师老师用这套就弄出去三八堂他把就我打三八堂他那样大姨你这些当家人马这个头盔买的恩家那阿瓦罗格的那么三米大三八里那里别三八瓦三八呀妈妈的得了三大呀多拉里好的别的地方让纪念子找我的三个纪念子也参谋上帝游戏这个参谋来玩下游戏这个看你天命的龙巴荣汉参谋就是杀错杀对了我说就说受不了说啥为啥不够那对了我的这可他看了这个人的讲说啥说啥为了的老子当时农村的旁边最把没把头发就做呀要嘛就干这啥了啥这他就可说这里那么啥没打别打哪打一圈的打没打的嘛啥把要说呢这里长嘛的大地阿家肯定他们写的哦那看了就把这三种村的统计起咋的长嘛高的过来人过来的罗让他们那个王子的玩具我是苦力家的那么啥没打不知道哪打一圈的打没打什么呀说话罗让他们那个王子的玩具哦这倒是可以倒是哦，这都那么大个上面多大大，说说个雷米比一平个逻辑，啥意思嘛那些？我那手机的苹果，对面嘛了解都没，这个上面个意思，这个第一句我懂的，就是个啥意思？就是我们不明白，说那么老多，啥也没讲完的哩，哪怕他讲把有嘞，第一句我懂有嘞是，老不是承认他到底讲几当起来？可是龙九级二 S， 这一级我觉得，去年就到那的哦，一里可是老二村上里面的，一里你要买的，可是那的嘞，可是他们三级，三级的嘞，让一里干啥，他这的嘞，出不了的，让一让这，让你这些让出不的嘞，出大出的金融买老九做的嘞，让个他了，让个老九把这的，大一你要买的，大哥，你不你要买的，别的都不去不这个都不去不这个压根儿没都忙不了都不这个哦压根儿你有的就是另外几个人的那个一接触把那个车里一直没事这那个拿完了老九把那些大家一直没把老九也有的这个去把什么手机没叫我这个去那个拿完的老九把去年就到的夜里一马这边夜里一马这边这个一直把的老九的我就老是吃不下了，三个月的，这吃饭也不好，可能对的，你的没办法来一下，对的，他就是他的，你的是三，你的是三的，对的，你是没本事接的嘞，对的，接当怎么他来的呀？我接怎么的嘞？哦，你要买去，现在这个我可能三级生的你要买去，你没办法接了，对的，怎么了？我接怎么的？啊，怕没办法了。确实就把这个买了去呀哦确实就我压住去我用的他别的那些对吧罗杰确实就把这个买了去罗杰他妈哦压住那块儿真的吃吧干啥干啥有的别住的那块儿去家呀说说那你就把他接了说吧他就差了确实也差了有的这有的对吧罗杰罗杰他妈这样我还搞过来这样过来这可以去你就到的一人的一把证马这八上这里进来，那个上边到大堂上出身，这一直不是到到上级堂前个这里，我这个菜没个啥把的人家，去年就到这了，当当问问你马这八上级身体你马这八，这个这一直不是到去年就到了，当跑班的人去把让一个找过去，跑班的人去把他身体那了，别不是当了干啥上班，我这那他这家里。你这看的嘛的嘛，头发嘛就只有他们拿过用了是，哦，啊，头不用了是，对对。拿着啥着，还在干起活的东西，不要过来。这些什么的，这里女人的比较会轻轻松，但拿着啥着东西，对。看看什么？